站住！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吧。前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欢迎大家，感谢点赞，感谢星星余额。哎呦！这是哪个群？这是哪个群？小兵呀！我都没看出来是哪个群，应该是豆豆的了。哎，豆豆，小兵兵刚刚讲在召开。这些也不是蛐蛐的。有一个白毛毛的。白毛毛的好吗？妈妈。但是不是三吗？有可能是第九群哦，阿妹，有可能是第九群，阿妹就。来嘛，来，他这就是说才只几只。没得好多后看啦。天，我看，好小云啊，好恼火。哪个？还恼火得很啊。恼火得很。昨天不是我看到警视他们把他救起来。啊，刚刚我在那，给他看，后来躲了几天，弄了半天。在哪点嘛？哪边下面的？还在湖头啊。嗯，还在湖边啊？没得，都是在哪个房子里？哦，他们把他关起来了嘛？没关，就是把他不能让他出来啊，让他出来跟到的话都哪个？走不到了。都是走不到，那个长长，如果说跟到满山跑的话，长长独独跑都要跑出来哦。那个已经是很恼火了。对，已经是有只手杆可能都这样断了，看他好可怜哦。在他们那个叫库房，仓库里。对。那也跟他吃那个，他不跑，那只叫他妈妈，我看多叫他抱起，不抱了那都叫，一抱起他都不叫了。呀，那痛。啊，那都要抱。哎呀，昨天我看到金翅把他从湖里。好可怜哦。起来的，那好乖哦，他晓得是在救。乖，对，乖很，蛐蛐群小猴子都乖，就是。太真的给对面太恼火了。金翅。看到肯定啊，太多我在下面我看到我都不知道我都看多了些，一下看下呆，那两个小鸳鸯先给他吃哈嘛。你们个群在哪的吧？你们蛐蛐群。蛐蛐我不晓得金翅在喂啊，现在正在喂起。没开播了吗？开了，他刚刚上来。哦。我刚刚觉得他上来的，我去仓库里面背东西，我都看到他上来了。有俺们那是不是在一块看上的？这就是几条看啊。谢谢星星鱼哥送的璀璨相机，这是闪耀相机啊，谢谢。
感谢再次送来的30个人气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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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愉悦哥，感谢大哥，祝大哥天天心情愉悦。天天心情愉悦，天天心情快乐。哎呀，欢迎大家，莫等闲，欢迎大哥们。小柱子、啊，在干球什么、哎？臭小子窝尿了，这小子窝尿了，这小子快坐下来。哎，对了吗，看一下你的小臭臭，把你的脚脚看看，你手好球脏。感谢神之哥的璀璨相机啊，谢谢我神之哥，感谢哥，感谢哥，看他的小戳戳啊，我们看他的小戳戳，你们看，
它的小球球出来了，你看。我们给弹它一下，弹一弹，弹一下它的小球球，兄弟们。小茶壶，你的小茶壶出来啦！你的小茶壶出来啦！把手给我，翘屁股，把尾巴拽起来，丢丢丢，丢丢。你的小茶壶啊，把你的小茶壶收起来啊！他不收他的小茶壶啊，这家伙！他的小茶壶，你看他有个小茶壶。哟，你的小茶壶，你看，看你的小茶壶。看你的小茶壶出来了，你小茶壶，快坐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小茶壶。这小子吃完就拿到吃的就跑去了。他拿到吃的他就跑去了。刚刚看了他的小茶壶。猪猪，小猪子。你小茶壶啊，看到他的小茶壶了是不是？他居然有个小茶壶。柱子，快来，这小子跑去了。欢迎咱们冰坚强哥，小棕棕，小棕棕，一个小棕棕，小棕棕。这臭小子坏得很，臭小子。他叫什么？小粽子。他叫小粽子。哎呀，粽粽回来，粽粽。哎呦，你这个技术老高了你。哎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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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老是拽我。把我活包干什么？别调皮啊，调皮我打你哦，你调皮我打你哦，调皮我打你屁股啊，调皮啊，调皮我打你哦。欢迎陌生人啊，好好躺好躺好。你怎么那么求皮啊你，嗯，调皮啥呀，好好的，调皮啥呀你，小皮蛋，坐好，下去下去，坐好，不想打你，你小子坏球的很，老是搞我，都不好玩，打你哦，我打你屁股哦，我打你屁股哦，你窝，小粽子跑去了，粽子。欢迎大家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兄弟姐妹们，点个关注，
哟，一群群的都来吃饭了。感谢佛宁波的关注啊，谢谢。阿明明，买了冰箱那么多哎！明明，明明，冰箱不吃哎呀，明明，哎呀，明明，来抱抱，抱抱，抱抱。超手上了，你看嘛。来抱一抱啊！米大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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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着打。米大呢？米大呢？米大呢？我一看是个大的。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小脾气，米大捏过来，米大捏。米大捏过来，米大捏，我给你拿个好吃的，米大捏。米大捏过来，米大捏，你来不来？来不来了，米大捏？来，米大捏过来，快来嘛，来。不听我话了，还凶我了你，调皮了你，怎么打起来了还？快来米丹妮，快来，贝贝快来。嗯，怎么不听话了你还？米丹妮，小米丹妮，哎呀呀呀呀呀！来吃个好果果，吃个苹果好不好？来，快快快，坐在身上吃嘛。不好，别跑，别跑，别跑！你跑了一会儿，你跑了一会儿，你吃不到了。拉开飞机的男人，感谢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倒立开飞机啊！你是个开飞机的男人，开飞机的男人，开飞机。这是我播的，自己不去播的，你看吧。子豪，这里。他们清楚吗，家人们？吃吗？不去吃，你在那窝什么窝啊？你咋不去吃吗你？啊，帅帅。摸我包干什么？帅帅，小帅宝，帅宝，我去那边拿吃的呀，你屋，因为帅宝你，帅宝家这个小宝宝和帅帅长得好像啊，去那边吃呀，你屋什么屋？哎呀呀呀！自己拿，傻瓜。那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胆子这么小。强袭，强袭的，对。你打了。但你没上。带你们往上走。哎呦，小海哥在这里睡觉啦，舒服得很啊，这个地方睡觉安逸得很，凉快又舒服。
小福包。那请问一下，动物园是往哪走？动物园不往这边走。欢迎咱们任平生。哎呀，你在干嘛？我在爬山喂猴啊，我在爬山找猴子啊，爬山找猴子，带你们喂猴。带你们盘猴子，小猴回来，找个猴子玩一会儿。哎，什么山？贵州黔灵山，贵州省贵阳市黔灵山。快来，来了一只猴啊！过来，过来啊！你过来啊，对，黔灵山公园，知道黔灵山在哪不？收费吗？收费啊，5块钱。这公园5块钱，今天人老多了，这边只是这边的山上没啥人，5块钱就 OK 了，5块钱。欢迎咱们进入直播间的老铁们啊，大家有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哎呀。没来过啊，有时间可以过来玩。贵州，在贵州贵阳黔灵山，你看那两个猴子在谈恋爱啊，那两只猴子谈恋爱，哎呀，幸福的猴子。看这两个谈恋爱的两只猴，哎呀，我瞬间我感觉我是他们的电灯泡一样了。欢迎百度网友啊，欢迎大家。感情很深啊，这情深深雨蒙蒙了都。你看两口子谈恋爱了，你看，看他们在干嘛？他俩在谈恋爱。你没看过猴子谈恋爱没有？给你们看一下猴子谈恋爱哈。
欢迎八幺八幺。咦呀呀呀呀！你要干什么啊？感谢刘显晴的关注啊，谢谢。看他又换老婆了，他在那里又换了一个老婆，看没？他这个老婆在这里，然后他又换了一个。这个生气了，这一只生气了，这只生气了，他重新换了一只。这家伙好坏啊！妈，刚刚在那里和这个谈的，现在又换了一个，这什么逻辑啊？这是换女朋友这么快的吗？这被甩了，你看他这个猴被甩了。你们还要继续往上走不？那给你来个人参果吃一吃。他带上他的新老婆来了，这个只能走了，这个年龄大了，这个只能让着他。可怜啊。你重新换了个老婆啦，你过分啊，刚刚跟人家谈恋爱，你现在又换一个啊。能不能不要那么快啊，你这太善变了你。来给你家这个老婆吃一个。你小子可以嘞，马上就换一个老婆。真幸福。你看你小子刚干完事情好就臭啊。一股骚味啊。兄弟们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啊。带你们看猴。嗯，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感谢你们。欢迎心情愉悦哥。一起点点赞啊，谢谢谢谢啊，一起点点赞。大家来看看猴啊，欢迎大家。
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哎呦，他的小家伙出来了，人太少了，正常，人少正常。感谢打卡啊，热度不够啊，对，热度还差一点没火候。要是有大哥的话，可能帮忙。滋润的多一点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对，大家打卡可以赠送人气票，打卡之后可以赠送人气票。打卡一起点点赞啊，现在我们一起点点赞，热度已经到达5.6万了啊，兄弟姐妹们一起点点赞赞啊，谢谢谢谢谢谢。看主播每天给你，哎呦，憨憨你这个大肚皮，憨你的大肚皮，憨大肚皮，哎呀，六啊！老六来了，老六来了，他怕老六，憨跟老六在一起，憨，这是老六啊，老六。下去，别着急嘛，媳妇儿，你着急啥急啊？哎呀，来憨憨，给你个大苹果。啊，六，你要吃两个啊，你小子。老四，这个是老六，这个是老六啊。老六可以啊。这区区的。老六厉害吧，老六一来这些猴都怕啊，都跑去了。他上去了。欢迎暖暖，欢迎美女，欢迎美女。欢迎大家。猴子都在静默的，静默的。感谢关注啊，谢谢关注啊，谢谢。走，我们上去啊，上去找一下
感谢史蒂哥的点赞啊，谢谢。哎呀，你看老六给他拿苹果给他这个媳妇吃了，他吃不完他就拿给他这个媳妇吃，看来他对这个他的这个媳妇很爱呀、啊。要干架了，你俩两个家伙。黄毛真拽得很，黄毛。黄毛，黄毛，请叫主播侯爷。啊，这路上一路上都有猴哈，小鲜肉，欢迎小鲜肉，鸡毛飞上天。猴子又跑球了，咱们找老马去。好的，他们应该在上面。老马他们应该在上面，我们看一下。蓝马他们应该在上面。哎，这小，在后山去了，后山那边去了。还得继续上后山。欢迎新启航。新进来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
感谢 SD 哥的点赞啊！今天游客上去。还是比较热闹的。人多好玩哈。哎呀，你个傻猴，你会不会喝啊？你个傻猴，傻猴，他搞得他的毛上慢慢舔，这家伙。哼。他慢慢的舔，你看到没有？有妈妈带了这个小猴终于。这边是大部队的。走，我们上去吧，对，上去吧。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人太多了，不好玩。今天游客是不是很多？今天游客真的很多。要不要花生妈妈花生带回去？哎呀，上后山。还在后面，哇，真的人好多，今天好热闹。对，我又可以看美女了，太好了，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看别人家的媳妇嘛，是吧？对啊，去你家，哎，你也能去你家，叫我去吧。过来，让他咬你嘞。嘿，你舅妈，你舅妈，小子在这里干什么哎？啊？揪一下。一九九，两九九，三九九，四九九，五九九，揪一下好久，服不服啊？你服不服啊？你服不服啊？你服不服啊？啊你，嘿嘿嘿嘿嘿，你服不服啊？我点你哦，臭小子，我点你哦。这是小小一九毛，感谢送的人气票，谢谢 SD 哥，走，我们往前走，不搭理他，这里人太多了，这里游客太多了，好热，带你们去看一下马仔。丢丢丢！看一下老马在哪里啊？看一下老马。你服不服啊？啊你，你服？拍子，拍子。孩子，
拍拍。哇，好像星星一样。快！哎呀哎呀！再拍一下嘛，笑一下，嘿嘿，再笑一个。哎呀，大白牙齿，你的牙齿没刷，今天我给你带牙刷好不好？要不要带牙刷来刷一下？好黢黑呢，你牙齿好黑，你还打喷嚏干嘛？老拍子，老拍子，老拍子，吃什么？想吃什么？人参果来，牙齿咬不动啦、啊，叫你刷牙你不信，老不信，谁在拍我？咋不吃啊？嗯，你要吃什么吗？你们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孩子，孩子，你想吃面包吗？要不要面包？哎呦，面包都打出不开喽你！谁在抱我嘞？哎呀，你凶他干什么？来，给你一个，干嘛呢？你臭拍子，你干嘛呢？吓他们干嘛呢？你不怕他们揍你吗？老拍子，老拍子一天嘚瑟得很，老拍子。你家小小木有钱呢？木有钱在哪里去了？木有钱，他家木有钱，木有钱，他家娃家木有钱，没有钱。快把它拿走，哎！睡觉喽，现在懒得很，他们都在睡觉呢。大家来直播间帮忙点点赞赞啊，谢谢大家。老马睡觉去了。哎呦，太懒了，他们猴子也懒，人也懒。哎，我咋没找到思维打卡跳单，真的没得这个来。你从哪个？上次我教你哪个入口啊？那进去啊？老马这家伙到哪里睡觉去了？欢迎神志哥。鸡吗？好不好吃？
嘿。我们往上面走，这边应该没有。老马应该在睡觉了。哇，那也来了一条狗，他们好怕。有狗，他们怕狗。欢迎三天，三天六天四五天，你是安的小神仙，感谢咱们小暖暖送来的闪耀相机，谢谢美美，谢谢美女，谢谢。哎呀，鬼东西一脚踢飞，你来了，你又不敢吃它，你就是瞎说。你来了，你又不敢吃它，你们就是过点嘴炮，就是过点嘴炮，嗯。黔灵山公园，贵州省贵阳市黔灵山。谢谢暖暖，谢谢暖暖送的小花花，谢谢。又开始吹牛皮了。能不能不要做嘴炮啊？没点意思啊。做嘴炮没意思啊，老铁。小金毛，别让我看到你。要洗了我的腿，来呀！我就在这里，我靠，我在等你了，大哥，我在等你了。因为开始吹牛皮，又开始一个个的吹牛皮。来嘛，来，哟，来，我求谢，我靠，快点，我的腿好痒啊，我操，我这腿老痒了，快来，来吧，来咬我屁股，快点来。来咬我屁股一口，快点，好痒啊！我操！快点来，快来，我好痒啊！我的好，屁股好痒啊！快点来！你快来咬我一口，快点来！我天天在这里，你快来吧！我求谢。快来吧，闲得慌，真的，我就闲得慌啊，咱们就是闲得慌一样的啊。快来。
看猴子嗑瓜子了啊。欢迎我兔兔哥啊。主播你胆子真大，有人要信你的腿你还敢来青灵山，没办法呀，没办法，我啥都不大，我就胆子大呀。真的，我啥也不大，我就胆子大，说实话。还有一些东西大，他是没看到而已。还有一些东西大，大的东西不告诉你们。他就是羡慕我，说实话他们就是羡慕我。羡慕嫉妒恨啊，是不是啊？是吧？他活的感觉，他活的他还不如一只猴，他看到猴子吃的比他每天过得还好，他就羡慕，他要过来卸了我的腿。太可怕了，要是我早就不过来了。哎呀，胆子虚是虚，怕是怕，胆子要放大，知道吗？怕什么？那些大哥只是说来吓唬吓唬我们的，没情势。他只是说来吓唬一下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胆子而已。欢迎婷婷，那些大哥就看你能不能承受啊。对，他觉得我承受不了，他就，是不是？他觉得我承受不了的话，他就不搭理我了。感谢婷婷的关注，谢谢婷婷啊。是不是啊？谢谢美女的关注啊！谢谢美女啊！谢谢美女的关注，谢谢谢谢。猴子嗑瓜子捡得很干净啊。猴子生活安逸吧，甚安逸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真好。真羡慕猴子，还有我天天喂他们，是吧？开玩笑，那幸福是吧？对吧？对。
真怕你背细腿。我也怕呀，说实话，其实我真怕，我胆子很小的，我只是过过干瘾啊。我胆子很小的，我是真怕，我也怕呀。我也怕。啊，你都替我着急，不用着急，不用着急，没事啊，没事，小问题，你不要替我着急啊，你用不着替我着急啊。对不对？用不着替我着急哦，你叫干着急啊，没有用，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用不着着急。用不着替我着急。好，会好的，会好的，用不着替我着急，有啥好着急的？大家没点关注的，帮忙点个关注，兄弟姐妹们。想还想去找谁？他们都不出来，他们在那嗑瓜子，有些在睡觉呢都。他们怕狗，这里妈老狗，狗老多了，这里狗老多了。这里的狗很多。猴子怕狗啊，对呀，怕呀，他们都怕狗。猴子真怕狗，没办法，搞不懂。感谢史迪哥的点赞啊，谢谢。欢迎咱们通过百度来的老铁们啊，百度网友们，当然没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没下载 YY 的下个 YY 啊，咱们没下 YY 的下个 YY， 对不对？啊，下个 YY 一起看看猴。啊，要抱抱。我也要抱抱啊，我求你们安慰一下我的心啊，我有人说要来千灵山卸我的腿啊，我真的好怕呀、啊、兄弟们。感谢我们后台男，谢谢哥，谢谢送来的璀璨相机啊，谢谢谢谢。哎呀，感谢感谢，璀璨相机走起来。有了相机，我们看猴都看得更加的有老板有气势了，是不是？没有猴子，为了知道为什么呀？欢迎梁天哥啊，欢迎梁天，好久不见啊！猴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对，猴子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爱情。猴子有没有为了爱情的？这些小子在那选瓜子吃，看没？在选瓜子吃。猴子都懒了，吃饱了都懒了，不想动啊。嗑瓜子厉害啊，欢迎如愿，欢迎欢迎，咱们嗑瓜子是很厉害的啊，大家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啊，兄弟姐妹们，这热度不稳定啊，一会有4点几万，一会5点几万啊，这有点不起啊。这青儿过来了，你小子一过来坐，这坐姿就有点夸张啊，我靠，这小子过来坐起来的坐姿就有点夸张啊，他的坐姿有点夸张啊的。猴子喜欢嗑瓜子，对，这小子过来坐的坐姿有点夸张啊，这小子他的坐姿
阿青，你坐姿有点夸张哎你。再拍一下。这家伙，给他来个水果吃吃。这小子在坐姿在漂泊的很啊。嗯。我靠，这有狗一来，他好怕狗啊。他居然怕狗啊！你看他，那下面有一条狗，他怕，他们都怕。他们都怕狗啊！阿青，快吃！你小子不要球了，不要球了你。这个吃，这个人参果有些猴不怎么吃，但这个很喜欢吃。这个人参果都不喜欢吃，你说奇葩不奇葩？跑球了你呢？还是坐下来慢慢喂，还是有效果一点。晃起来太没意思了。你嗑瓜子嗑得好，瓜子老贵了，瓜子最近都是八九块钱一斤。他们吃的瓜子是这种原味的瓜子，原味的瓜子。对，有盐的他们不吃，不喜欢吃有盐的，都是吃那个。小阿仔，珠山洞里面闪耀的水晶。哎呀，快下来啊，兄弟姐妹们！阿青，你想吃球什么嘛？你一天在这里盘。来，给你来个苹果。买点瓜子，这里面没有瓜子卖，这瓜子都是他们在那个外面买的。都在外面买的，知道吧？都是外面买进来的。老板那里没有瓜子卖，就像这个苹果、面包，这个就是
瓜子啊，花生啊。花生老板那里有，但瓜子一般没有。瓜子的话都是自己从外面背过来的，没有了，我这里没有了。然后还有像这个面包啊，这些我们都是自己买，这个老板那里没有卖。瓜子只能要么就是买了，明天买了，明天带过来，我去买一点，明天我买一点来带上来，然后可以给他们慢慢嗑，撒点瓜子，每天带点瓜子，他们买慢慢嗑还是挺好的。开始了。因为平时瓜子只能在外面买，在这个地方买不了。就是说你老板那里不专门囤瓜子，他都是囤扛饿的，那个像那个苹果呀、香蕉啊，香蕉都没卖了，现在香蕉都没有了。过来了，黑妈，这个黑姥姥，这个是黑姥姥。这个黑妈现在脾气爆得很，黑妈。你大爷的你！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等一下，给他们拍一个，黑妈。哟，你好凶啊！黑妈。臭小子，坏得很，他居然过来还凶我，去揍他一下，怎么这么坏？看一下老马他们出来不？哎呦，大头！大头好壮，大头，哟，大头好威风，大头这分钟好威风。臭黑妈，你凶什么凶你啊？你一天凶什么凶？黑妈，哎呦，你好吓人，你牙齿都没有，你吓谁谁啊？你吓唬谁啊你？啊？你吓唬谁啊你？哎呦！都跑了。老马他们一天溜得凶得很。欢迎老头宝镜。哎呀，鸡妈。你怎么不去那里下面拿苹果呢？你来这里干什么啊？你看，哎呀，哎，带到腰。哎呀，18，小18，小18小朋友，18小朋友自己拿一个。哎呀，你大爷把我垃圾又搞丢了，拿到没有啊？自己拿，我靠。拿到没有啊？好吃，一会儿你妈给你抢了啊。妈妈一会儿给你抢了，小18呀，小18。抢一下，这条肉没给到啊，这条肉。这个是小18。你身上没东西谁也不来。快做好吃，有你小这小身板做起来安逸嘞，哦。这小身板做起来安逸嘞。这个是去年5月18号生的。5月18号生的，他还没有一岁，要到5月份，快了，有10个月了。小宝贝，坐这边来，宝贝。哦吼，掉球了吗？掉了，有去掏。哦，你又跑我包里面去掏，真球坏你，真的是。你老妈呢？你老妈有没有抢到啊？你老妈都没拿到，你给你妈拿一个。给我
来给你妈拿一个，你妈妈在这里，给你妈送一个给你妈妈，快点。十八妈把他抢了，嘿嘿嘿嘿嘿。啊，跑了没有啊？快抱着跑啊！没拿的。没有拿。他妈以前老抢他吃的，他现在他聪明得很。他以前是他妈妈的快递员，他一抱到他妈怀里面，他妈就抢了。哦吼，我这里没有了，我给你拿一个，十八妈。哎呀。有有有。来，你拿人参果啊！你吃人参果，你们下去那边拿苹果，不要老盯着我呀！那边那么多，你们干什么呢？啊？全部跑来我这里干什么啊？十八，小十八跑来，小十八。暂时没时间去了。小金毛。小金毛。可能要下半年吧。金毛，你又跑了，金毛。小那个谁，嗯，走，我带你们去找。一尾鱼。全部溜达跑球喽。来。来。我想着说老马家能吃饭。哇！哎，这个别过，这个别过来的。又飞了，又飞了。不要跑，不要跑。我晚点打给你吧啊！我晚点打给你吧啊！或者，哎，打，哎，抢我水呢？你该扶到哪里去？扶到我前面，扶到哪里？哎，哥哥姐们，这个开过了没有？啊，老魔怪，你个老魔怪！你哪不懂？哎，不能那么长呀！哎呦，掉下来了！嘿嘿嘿，不要打架吗？吴希姐，那刚刚苹果是你开的餐吗？老马，哎呦，老马跑到上面去睡觉去了。宝宝没跟老马的，宝宝没跟老马今天好像。哎呦，老马在这里。老马，大头，大头在这里，在这里，忧郁的想着啥呢？
大头，你在干什么啊？伤心欲绝吗？我靠，老马都对你好伤心啊！这个坐姿很酷啊，老马这个坐姿很酷炫。操，给他来一个。大头，大头，你什么意思吗你？他要睡着了，酷炫的要睡着了，太炫酷了，老马太炫酷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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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真酷啊，老马你这分钟就这么坐在这里了，一动不想动是不是？真没猴知道老马为什么，爸，哎呀，喊你来了，还以为你不来呢，来，爸爸爸，哎哎哎呦，这个地方偏坡坡嘞，你去哪里了？去哪里去了？你刚刚去哪了？等我把包包拿过来。刚刚去哪里了吗你？哎呦，刚刚去哪了？坐好，给你拿吃的。苹果呢？多吃点苹果，有水分的。哎呀，你去哪里玩去了？刚刚，快吃！你外公坐在这里，快吃。为主播点赞啊，能点赞帮忙点个赞啊。这是马泡芙。老马那个呆呆的样子，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有小票的能支持的帮忙支持一下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到直播间帮忙点点赞赞，谢谢你们。
我们的宝儿好漂亮啊。来，你来山上和他玩就可以了呀。喜欢和他玩，来山上和他玩。欢迎咱们猴奇威哥。趁老马在你睡觉啊，等他吃多吃一点苹果。宝宝饿了。老马睡得真舒服，老马，宝儿快吃吧。看你自己啊，你看你镜头里面的自己啊。看你外公又要走球了，你外公。我们跟着你外公走，往他的那个地方睡。上去走。摸一下你的脚嘛，宝宝是。宝儿，你有没有期待？哎呦，咳嗽了，怎么了？差点苹果都差点都掉了，是不是？差点苹果都掉下去了，是不是？老马，老马，你睡得香得很啊，老马。
甜叔叔这个苹果。不要啦，苹果扔啦。嗯，人参果，吃个人参果嘛，吃个人参果嘛，哎，人参果像黄瓜一样可以吃一吃啊，多吃一点。嗯，还吃不吃？还吃不吃？不要了吗？要不要下来睡觉？你外公睡得好香。下来我抱给你梳梳毛去。戳我干嘛？还要吃苹果不？那个大苹果还要吃不吃？不要啦，看大公主又给你拿走了。那你还想吃什么哎？你想吃什么吗？还想吃什么吗？不想吃了，来包包上挪，包包上睡觉觉。包包上睡觉行不行？因为你外公要走了，外公要走了，你外公要走了。你外公又要飞了，你外公。干嘛吗？你的娇贵的很，你咬我眼睛干什么？你娇贵的很。这个是谁？这个是泡芙，这个是小泡芙。这是老马家的外孙女。老马家的外孙女，老马家的外孙女，这个是大公主，这是托老大的大女儿，大公主。这个下面吃苹果的，这是大公主。
就是猴王蔡硕硕的姐姐，蔡硕硕的姐姐，这个是啊。哎呦哎呦，帮忙。这个是以前屈老大的那个媳妇，在以前屈老大跟着屈老大混的那个媳妇，他现在在驼背群。老马又要跑了，老马又跑路了。拍子，快拍子！欢迎电饭锅。为什么你们取这名字啊？有的起的很奇怪啊。关键锅底，大家教我。啊，这个可以上车摸的。他干嘛？他们懒得很，这个天气他们懒得很。哎呦，菜菜又漂泊了，菜菜。菜菜，你干嘛呢？菜菜，拍子，你拍我干屁呀？你又不吃。王太，我们给人家碰，不要这个，喝什么呢？什么？不喝了啊！要喝奶呀？你也要喝奶呀？走了是不是？欢迎自由开心，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这个苹果不？老佛爷，你要吐皮啊！毒哥，这个是纸吗？就是这个前昨天喂的时候那个纸吗？这个驼老大的媳妇。花木兰一样的啊，他以前是驼背群的花木兰，打架很牛的，大华都怕他，他经常和大华干架，他就是怕他，现在让他儿子，你看他儿子过来，他就让他儿子了，现在是太皇太守，对，他现在他让他这个儿子，我们戳一下面包，看他戳不戳。他不求戳了呢，大面包他不戳，你看，拿给他就吃，他不戳。平时他喜欢戳，这个旁边这个是他的初恋啊，这蔡叔叔谈恋爱的第一任初恋，那黑笑笑啊，这是他的初恋，他依然喜欢他的初恋，他把黑猫甩了，今天他把黑猫甩了，把黑猫甩了都，现在他跟他的初恋在一起了。黑笑，菜菜，你不吃吗？你要吃什么？人参果，搞过人参果，你又不吃人参果，你大爷的，你要吃什么？你飘球的很，你们，这做猴王真飘是不是？苹果来，
哎，你大姨的苹果你又不吃，我都没有了。啊，没有了，我没有了，我就是这三样。你不吃蒜球，你嚣张啊你！吃飘了是不是你啊？妈，我大老远给你们背苹果，背人参果上来，你们还嫌弃啊？嫌弃个球，你嫌弃就不吃了，嫌弃就不要吃了，你嫌弃就不要吃了。还是他老妈比较，和顺一点，不挑食了。阿菜，你别挑食，阿菜，我没有，阿菜，我只有苹果，只有人参果，只有面包，你不吃，拉倒，啊。我们什么条件啊？啊？他不打不打纸吗？他不打，但是纸妈让着他。他不打纸吗？纸妈让着他。但纸妈让着他，他纸妈看到他，纸妈就让着他走了，纸妈就走了。纸妈只要看到他过来，纸妈就让他就走了。要么他拿来手上的东西，有些时候他就不拿，他就不扔了。菜菜，你不吃没办法呀。你追着我有什么用？妈，这么多主播，你老跟着我跑干个球啊你！这是大公主，她姐姐也怕她嘞。子妈不会打她，子妈现在开始把那个权力慢慢传授，慢慢让她管，慢慢让她去管群，肯定不会再打她。就像小孩子一样，长大了之后肯定不会再打她了，知道吧？他肯定像小孩子一样，长大了之后就不会再打了。他肯定就不会再打他了。之前小的时候他妈妈还是有点啊。你小子这个腿什么意思？腿放在耳朵上去，很有意思哈。哇！今天和小媳妇，这个是小媳妇，那老马跑哪里去了？忘川渡河，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哎呦，抱着娃，把娃娃抱得那么好。老马还是怕菜菜的，老马一来，看到菜菜和小那个巧克力过来就走了。老马还是没有职权掌政。老马也是一样，其实他们都是让着他们这帮，因为始终这个驼背群的江山依然是那个子家的。老马呢虽然说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但是呢还是没有完全给他们这种实权。老马只是说打江山各方面还是他还是注重的是对上一辈的驼老大他们的眷顾，知道吧？所以说让着菜菜没。丢丢丢，都跑不见了嘞！
全部溜到哪里去了吗？哎呀，过去看一下。明不明白？嘿，哎呀！这都是老马家的猴，你看这个大肚婆，这大肚婆那个大肚皮，大肚皮在这里，大肚皮。爸妈，妈妈，今天要不要生个大宝宝？看你的大肚皮，这一个个的都是大肚皮，干嘛呢？你又过来打架？抽你哦！你老是过来，老是打人家干嘛？天天的你们坏得很。大腿弟弟，丢丢，妮妮，小产品。有老马睡得安静，宝宝你在那干嘛？宝宝，哟，你是抱谁家的娃娃呀？宝儿，你抱谁家的娃娃？快抱上来，我们瞧一瞧。宝儿，快抱上来！快抱上来，我们瞧一下吗？有点远，他站在那个位置有点远。宝儿，快抱上来啊！他开始跟人家打架去了，快来宝儿，快！哟，你抱个小，抱个这么黑的。抱起来快点，抱起来快点，跑下去了哟！哎呀，臭妮妮！哎呦，妮妮这个坐姿很帅，给妮妮录个视频，妮妮。老马又跑累了，老马。老马，快上来！
快来米奇米奇，快点！快来米奇米奇，这个就是米奇米奇，你看我这个嘴巴。快来米奇米奇。老妈跑累了，老妈在那里睡，老妈。快上来，宝儿。上来，宝儿。啊，母猴就他那样。母猴就他那个。马上快跑，快点。跑跑。啊，马上快跑一跑。这个。哎，他是这个。快点吧。嗯。卖不出去。老师们，老师们，卖不出去，投不进，投不进，卖不出去，哥姐们，不对，投不进，卖不出去。哎呦，他拉的好齐，他拉的好顺手，他拉的。嗯。哎。没了，我递给你，我递给你，你别过来，我递给你，没了，我递给你。里面看到的屁股，里面他咬好吧，他再撅屁股，落地别打，别打反了，找到机会了吗？啊，会吼，哇，啊，谢谢梅姐姐了，谢谢梅姐，谢谢。嗯。谢谢梅姐姐的亲吻。今天咬宝宝，咬小哥哥。赶紧快点走出来，啊，一定别让你再过来。哎呦！阿来板，来我们吃白吃这个吃点吃点素食吧，来快来，来走快快点，你们来抱着，来抱着抱着，抱好了抱好了，抱好，嗯，抱着疼。小公主，你来这里干嘛？小公主。嗯。今天吃点素的。嗯。你两个玩什么？你两个在玩什么？啃。啃呢？用嘴啃，像我们阿婆，用嘴啃。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看这个两个小猴玩搞笑的很啊 ，Q 人家小屁股，叫龙姐啊，叫龙姐他们的叉叉小妹，微微小妹。偷懒啊，啃啊，上谁啃？我老六。这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好玩。小猴子好玩是吧？感谢仰慕啊，谢谢仰慕送来的点关注啊，谢谢，感谢您送的歪熊，谢谢谢谢。我的，感谢您送的微信，谢谢谢谢。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放嘴，我的。大头，我给你，把这个南瓜。感谢您再次送来的微信比心啊，谢谢。南瓜敲敲了，好了，妈妈，这是猴子，哦，这边不，啊。这个都淹了，这个车子都。哈哈哈哈哈！淹宝宝。哎呦，鼻子没了。
反应一下。拿着嘛，自己拿着，自己拿着。衣服。不要了。妈妈吃他的吃。妈妈。小陈明，陈明，陈明。老王这个，老王这个身块从后面看起来，摸起他这个后面这个身块，我跟你说，太壮了。嗯，这脑袋，这脑袋，嗯，这脑袋，这脑袋。老王这个身块可以哈。嘿嘿。有面包丢了，要不要嘛？不要了。嗯，把南瓜弄给你吃。弄弄弄。我弄怎样？我弄。来这个，红酒。小金毛，金毛。啊，我给你撇开，来，我给你放酒。自己拿着。马后的大歪歪。这个南瓜敲碎。马后的大歪歪。这新鲜南瓜，我好不好弄碎？弄碎给它啃一下。好。这你要不要吗？这个。陈明，陈明。